好，我们来练习。要使凸透镜成正立放大虚像，东西要放哪里？根据这个性质，正立放大虚像在哪一边？这里啊，这里叫做正立放大虚像，所以它是在哪里？焦点以内，焦点以内，所以答案选 C， 所以答案选 C， OK。这个是要成这个像，要放在哪里？这个是放，这也是要成这个像放哪里？要成缩小像要放哪里？它要缩小像，哪边才有缩小？用背的也可以，刚刚不是背过吗？放哪边有缩小像？刚不是背过吗？用背的也可以啊。啊，要成缩小像要放哪里？来，我们找一位可爱大帅哥。可爱大帅哥叫做25号，哦，放哪里？你选的是 A， 你坐下，你答案选 A。成像性质，缩小像是什么地方？缩小像在哪里？这里啊，是哪边？两倍焦距外，这刚才用背的有背过，对不对？用背的也背过，两倍焦距外，两倍焦距外，所以图上就是甲在两倍焦距外，所以答案是 A。OK， 十二题，我拿一个放在6公分看到长这样，那我透镜是怎样？来，这个 P 是放大还缩小？放大，这里还倒立，正立。实像还虚像，这样不太，因为眼睛是可以看到实像，也可以看到虚像。不过你可以猜得出来，应该是实像，因为正立放大，要正立还要放大，有可能是凹透镜吗？有可能是凹透镜吗？啊，凹透镜只有一种像嘛。啊，所以他应该是谁啊？来，帅哥14号，啊，你的答案，你选 C， 请坐。放大像一定凸透镜，凹透镜是什么？缩小嘛，所以一定凸。凸透镜的成像性质要放大还要正立是哪里啊？要放大还要正立什么？焦点内嘛，对不对？焦点内就是比焦距小的意思哦，所以六公分要怎样？小于焦距嘛，焦点内六公分小于焦距，所以焦距多少？大于六公分嘛，所以焦距大于六公分，所以答案就是 A， 可以吗？好，最后一题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各是什么镜子？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左边什么？正立缩小，右边什么？正立放大，所以要什么？这很简单吧？什么镜子 ？So easy。来，找一位帅哥，叫做30。你选的答案叫做猪，你说答案是假设正立缩小，凹透镜成正立缩小像，只有凸透镜会成正立放大像，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。这就是有关于问成像性质的问题，很简单，把它该背的该记的记好，建议你记我教那个方法， F2F 切一切的方式会比较好记。OK， 有人有问题吧？没，很好，请写课堂练习。